还是万岁爷的诚心大。起风了，这一两天准有雨。你少说话，让他们说。是。严世蕃，浙江改稻为桑的事进展如何？灾民是不是都抚恤了？当着皇上，你如实陈奏。 臣昨天傍晚接到了浙江呈报，说淳安县有刁民通倭，浙江已经派新任淳安知县海瑞去处置，接着就会安排移改监镇的事情，在六月，桑苗准定都能插下去。移改监镇是怎么改？回皇上的话，就是让那些有粮的丝绸大户准备好粮食来买灾民的田。 那些卖了田的百姓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年这些桑田还让他们种。你说的丝绸大户是什么大户？当然是指浙江那些丝绸作坊的大户。你说的丝绸大户，不会是江南织造局吧？皇上，臣不知吕公公这话是什么意思。 知不知道天知道，你也知道。关了，店门都关上。不要关。 过去把纱幔扎紧了。朕说了不要关。主子，不要挡着朕，当着天，严世蕃，你要如实回话。 皇上就是天，臣没有说一句假话。严世蕃，你听见雷了没有？天在上，皇上在上，臣要是敢欺君，就让天雷把臣给急了。 天把九州万邦都交给了朕，朕就是天子，也就是万民的君父。现在朕拿着钱去贱卖子民的田地了。朕要真是这样的天子，天厌之；朕要是这样的君父。 万民弃之，严世蕃，回皇上话。臣该死！如果浙江真有人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去买灾民的田，臣立刻彻查。这还用查吗？梁金水还没有回杭州，浙江就有人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去买田了。粮船没有离开杭州的时候，何茂才、郑必昌两个人都在码头上。 他们就没有像你内阁呈报？内阁没有收到呈报。朕要是郑必昌和茂才他们干的，臣请立刻在浙江将他们两个就地正法。臣也愿意以以通令罪。话回到这个份上，按理朕也不能够不认可了。可也不能就这么认可。朕把内阁都交给了你们，你们落下了这么大的亏空。为了替你们补亏空，朕也同意了你们改稻为桑。
如果你们想把亏空的账都算到朕的头上，朕的这个位子干脆都交给你们来做。千错万错，都是臣的错，都是严世蕃的错。只要能够澄清声明于万一，老臣和严世蕃愿现在就请皇上治罪。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就想撂纱帽了？咱们就姑且再信他一回。事情由严世蕃去查。今天朕说的这些话，就你们三个听到了，不要传出去。奴婢明白。内阁还是交给你们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臣谢恩。替你爹打着伞。是。从精舍门外沿通道走到大殿门边，也就五丈路程。今日严世蕃搀着严嵩竟仿佛走了20年。执掌内阁20年来，多少风雨挥洒而去，今天这场大雨，就凭严世蕃替父亲擎着的那把雨伞，还能遮挡得住吗？拿起来。爹，爹，你老替皇上遮风挡雨，可儿子一直在替你老遮风挡雨啊！要杀要剐，儿子一个人登了，不牵扯你就是。严世蕃，我告诉你。大明朝只有一个人可以呼风唤雨，那就是皇上。只有一个人可以遮风挡雨，那就是我，不是你。你和你用的那些人，谁也替我挡不了风雨，全是在招风惹雨。皇上呼唤的风雨，我都遮挡了20年了。你们招惹的风雨，没有人能替你们遮挡。一步21尺，都只诛灭9族，唯有我大明朝可以诛灭10族。扔掉你手里那把伞，他救不了你，也救不了我严家。哼！锦衣卫那几个人到浙江了吗？哦，回主子他们昨天晚上才走的。派朱祁钧、得力。是。哼，小户人家，眼皮子就这么浅，
臣妾家是小户人家，可这跟眼皮子浅没关系。皇上一赏就是10万匹丝绸，穿不了也不敢退。家里屋子又小，正在为没地方搁着犯愁呢。真要是能退给江南织造局，明日就可退了。那就退了。尊者赐不敢辞。王爷几时见过有人把皇上恩赏的东西给退回去过？王爷想想，臣妾的娘家真要上个书，把皇上恩赏的东西给退了，那万岁爷会怎么想？外面人又会怎么想？皇上做恶人，我们来卖好。哪儿就扯到做恶人卖好上去了？浙江改稻为桑，闹成这个样子，今年50万匹丝绸还要卖1亿，再闹下去不准还会要死多少人。死多少人，这丝绸也不能退。你那天不是说要给世子留个得民心的天下吗？怎么迁到你娘家，这民心就不要了？这是两回事啊，王爷。也就20几天便是皇上的万寿了，臣妾赶着把这件袍子上的字绣完给他老人家敬寿，到时皇上肯定还要恩赏东西，我们不要也就是。冯某回来没有？人呢？人呢？都死了。主子，奴婢已经回来一阵了。回来还躲着不进屋，寻思着有多大的功劳，一身弄得湿淋淋的，给谁看？主子，奴婢原本打着伞，一口风给刮跑了。王妃，世子睡了。等了你半个上午了，闹了一阵子，刚睡着。说吧。禀王爷，王妃，奴婢都打听清楚了。一个早上，万岁爷把严家父子好一顿臭骂，老严嵩都淌了眼泪。都怎么骂的？回主子，吕公公现在还在陪着皇上，详情奴婢还没法问，只问了当时在殿外当值的奴婢，他们离得太远，也听不太清楚。只知道是为了浙江打着织造局牌子买灾民田的事儿。然后呢？主子，皇上好像说干脆把位子让给严家父子坐好了。还听到什么了？那就得等到傍晚，奴婢再进一趟宫，见到吕公公才知道。到前面告诉王詹事，让他把徐阶、高拱和张居正叫来。不能叫他们来，一是情形还不太明了，再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装作不知道好。你说呢？回主子，这可不是奴婢能说当说的呀。明白便好。回屋去把这身尸皮换了吧。谢主子。王爷，不是臣妾说你，这个时候急不得。严嵩和严世蕃把持内阁都20年了，两京13省他们的人不在少数，皇上要动他们也没那么容易。咱们只是观望着，等到了真有旨意，再把徐阶他们叫来商量不迟。来人。王爷，到前面去告诉王詹事，让他立刻把徐阶、高拱和张居正叫来。是。连口热水也没有吗？
给了鼻子就上脸。你不要忘了，你们家可是挑脚上架盖房子的出身。站着，我叫你走了吗？王爷，世子醒了。不要打量着生了个世子就有天大的功劳，再这样子不讲规矩，从明天起我就将世子过继到陈妃的名下。你要是忘了，本王现在就提醒你，在裕王府还有个正室，你只不过是个侧室。你看见风暴了吗？连一个奴婢都比你讲规矩。千错万错都是臣妾的错，王爷千万不要气坏了身子。哼，我气坏了身子。那么多藩王，中宫还有那么多人，每年开支就占据一半，去年修宫殿又占据三分之一，国库空了，国库空了，还说是我们落下的，还说改道为丧是替我们补亏空。你们说这国库到底是他朱家的还是我们严家的？来人！阁老有何吩咐？拿把刀来交给严世蕃，让他杀了我。阁老小阁老都先不要急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弄清楚打着制造局的牌子买田到底是谁干的，这一点十分重要。按理说郑必昌和茂才他们再糊涂也不会糊涂到这个份上，那就剩下两种可能，一是胡宗宪背后使坏，用意也是为了阻挠改道为丧；二就是制造局的人自己干的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干？你们的脑子是不是让太多的钱给塞住了啊？胡宗宪阻挠改道为丧，就是为了他自己那点臭名声。做一道书又一道本，就是要告诉天下人这坏事都是我们做的，不是他做的。这个时候他使这个坏，对他有什么好？居然还猜到是制造局自己干的。制造局要敢这样往皇上脸上泼脏水，何不拿刀把自己给抹了？这么明白的事情到这个关口你们还搞不清楚，这不明摆着是裕王手下那波人给逼出来的。老爹不明白，还让徐阶去谈心，还相信徐阶会叫赵贞吉给浙江拨粮，还准备把首府的位子传给徐阶，还指望着徐阶给你老遮风挡雨。你老骂的没错，儿子总是给你招风惹雨，可那些风雨他淋不着徐阶，更淋不着裕王那些人。这些风雨到头来还是淋在儿子自己身上，我这是为什么？去给南京发封信吧，问清楚了胡汝珍到底去没去找赵贞吉。这个赵贞吉
借没借粮给汝真？是。你们也觉得委屈，石帆也觉得委屈，花去那么多钱，又买房子、置地、买女人，就不委屈了？郑必昌、何茂才，这都在浙江干了些什么呀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啊？他们是在给咱们挖坟。给我换身衣裳吧。哎，我死了，严世蕃连自己都保不了，更保不了你们。是。伺候阁老、小阁老沐浴更衣。是。小阁老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换防。蒋千户、徐千户的兵在这里看护粮船，这里的兵去城里听高府台调遣。他是干什么的？敢调派咱们？我说换防，你没听见？他手里有总督衙门的调令，换防吧。我要看调令。上贵驾的职务，在下沈一石，替江南织造局经商。那这么说，你只是一个商人？就算是吧。大明官制载有明文，商人不许着铸罗绸缎。你这身装束怎么讲？海老爷这句话还真将我问住了。请回答我的话。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，罡风大人，不愧是罡风大人啊。明白回话。大明律法不许商人穿着铸罗绸缎，我就穿了。为什么？你给海大人说说。是嘉靖37年，江南制造局报司李健知商沈一石当差勤勉，卓有劳绩。司礼监呈奏皇上，特赏沈一石6品功名官带。原来朝廷还有赏商人功名官带的特例，哼哼，难怪这套官服托于妇人之手。海大人所言极是。虽说这个功名是天恩特赐，但是我沈某平日也从来不敢随意穿戴，毕竟不合大明朝的祖制。既然皇上赏了我这功名，我就不只是一个商人了。这就是我沈某今日敢穿铸罗绸缎的缘由。这样回话，不知道海大人认不认可？你刚才自己说了，皇上赏你这套功名官带并不合大明朝的祖制，是不是你要我现在认可你这句话？三年了，每次见到这套官服
我沈某都忐忑不安。这一次，终于遇见一个可以将官府品级替我归还给朝廷的人了。海大人，饥民逮捕，粮米在船，这才是大事。我沈某是不是该穿苎罗绸缎，还是该穿官服，可否过后再说？不可。你要是个正经的官员，就立刻换上官服；你要只是个商人，便立刻换上布衣。穿官服换布衣，与今日的灾民粮米之事有关吗？当然有关。你打着织造局的牌子，打着宫里的牌子来贱买灾民的田地。你要是穿上官服，我便上书参织造局；你要是换上布衣，我便着人将你立刻拿下。我再问你一句，是穿上官服还是换上布衣？我已经说过，我沈某今日穿官服还是换布衣，与灾民粮米之事并无干系。那就是说，贱买灾民的田地并非织造局所为，也不是宫里的本意喽。来人，在。大人，大人，先将每条船上织造局的灯笼都取下来，再将这个人拿下。慢着，不知海大人为何要将我船上的灯笼取下呀？你打着宫里的牌子，贱买灾民的田地，诽谤朝廷，以图激起民变，你还敢问我？哦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来人，在，把灯笼下的帖子放下来。放下来。海老爷，天热，喝口茶再看吧。刚峰公，看完了。我冒昧地问一句，你只是一个商人，虽有个六品官带，也不过虚设而已。赈灾又不是你的责任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是个商人，可我是替织造局当差的商人。朝廷要我多产丝绸，我就拼命地多产丝绸。现在出现了灾情，也是朝廷的事啊。浙江官府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粮来赈灾，我先垫出钱买粮，借给官府，帮了朝廷，也是帮了我自己。到时候你们还会还粮给我，我又不损失什么，我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？但不知我这样回话，罡风大人认不认可？
那盖道为桑呢？你的钱都买了粮，借给了灾县，但拿什么去买田呢？没有田，种不了桑，怎么多产丝绸？朝廷要改道为桑，并不是我沈某一个人的事。那么多有钱的都可以出钱买田改种桑苗，连百姓自己今年有了粮，也可以把稻田改种桑苗。到时候只要把产出的生丝多卖些给我，让我多织些丝绸出来，织造局的差事我也就好办了。今天是十四，信是九日发出的，也不能用兵部的勘合，五天就送到了。这个谭纶还真难为他了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一件通倭的假案，一件打着公理牌号贱卖灾民田地玷污圣明的大案。有这两件事啊，严嵩和严世蕃要想脱身，这回可难了。机不可失，立刻找几个御史上奏书。严嵩、严世蕃把持朝政都20年了，两京一十三省他们的人也不在少数，真要动他们也没这么容易。王爷说的是，皇上真要动他们总会有旨意，没有旨意那便是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。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观望一阵子好。怎么，臣说错了吗？没有，你说得很对。打着宫里的牌号去买灾民的田，太过匪夷所思。真是这样的话，一定便有好些颗人头落地。谁会这样做？谁在这样做？还有很大的变数深藏其间。像这样波谲云诡的事情，在没有铁定之前，后发则制人，先发则很可能为人所知。王爷，张师傅鞭辟入里，高师傅刚才说的也对，现在不说也得找几个御史先打招呼着。坐吧，把奏书写好了备在那里，情形一明便递上去。人一定要可靠，要是走漏了风声，可是你死我活的事啊。这自然，我现在手下有一个人，督察院的御史，曾就铁矿和盐井的事儿参过宫中的太监，皇上都准了他的奏，狠办了几个人。这个人上奏书，比别人在皇上心目中有分量。谁呀？邹应龙。这个人行。王爷，浙江打着宫里的牌号买田的事一旦确定，就让邹应龙率先上书。好，就这样办，一定要密。启禀王爷，什么事啊？李王妃要回娘家。你说什么？禀王爷，王妃说她要回娘家，让她娘家将万岁爷赏的10万匹丝绸退还宫里。莫名其妙。去告诉王妃，在屋里等着。我不来，不许走。是。王爷，这件事反正得从长计议，臣等先走了，什么时候有了新消息再商量不迟。好吧，
你们也多小心点儿。是是是。这封信，王爷可得收好了。好，去吧。啊，王爷，凡这类的信件，最好交给李王妃收管。王妃心思明白，知道了。住，走吧。镇父子兵，首先是咱们的人得争气啊。石帆，把你说的汝真和制造局的话再说透彻些。爹，死不怕，就怕死在哪里都不知道。龙文和茂清糊涂，说制造局买田的事不是胡宗宪使的坏，就是制造局自己的人使的坏。我前面说过，这两种都不可能。胡宗宪自视清高，不听话倒是有的，但绝不会做这样的事。他现在是官做大了，怕受我们牵连，瞻前顾后，就是为了留退路。他怎么会自己去烧火呢？要说制造局的人使得坏，那就更不可能。我大明朝所有的官都有退路，大不了辞了官，回家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。可唯独太监们没有退路，他们只有一个家，那就是宫里。他们这么做，那是连家都不要了，凭什么？是不是皇上授意他们这样做？不会，要是皇上授意，那今天不会把我们父子俩叫去气成那样。不会，这个假是做不出来的。爹责备我们，也责备的是，是我们没有管好下面的人。现在这个结，就出在郑必昌和茂才这两个畜生身上。昨天接到他们的呈报，只说淳安县有刁民通窝，可没有说制造局买田的事。呈报的日子是六月初七，制造局买田的船已经开出了，不是他们不知道，而是知道了不报。是这两个人耍了心眼儿。他们为什么耍这个心眼儿呢？没什么想不通的，一定是这两个畜生卷到那些买田大户的势力去了。他们想趁着改稻为桑捞一把，没想到我们派了个高汉文去，他们肯定不乐意。弄得不好，还是他们撺掇着那些买田大户，打着制造局的牌子去压人，心想只要改稻为桑搞成了，什么丑都遮过去了，反正出了事情，也用不着他们担担子。小阁老鞭辟入里。当时我就说过，这件事情还是让汝真去干踏实。你们闹义气啊，偏要这两个人去干。我的老爹，关键是他胡宗宪不干呢。过去的都不说了，立刻给汝人下基地，还是责成他去查办。真要有人打着制造局的牌子买田，
有一个抓一个。还有啊，买灾民的田不能够都买光了，没受灾的县份也要买，田价不能太低，太低了就会激起民变。要是那些买田大户不愿出这高价怎么办？那就让官府出面去压。历来造反的都是种田的人，没听说商人能闹翻了田。生死一线，这件事情还得让汝真去做。你们是不是也在郑必昌、何茂才那里有股啊？没有。阁老放心，要赚钱，我们也不能赚那砍头的钱。是啊。那就按照我说的去办吧。听爹的，我们立刻去办。是看海。